我下来先。哎，不是你，哎，我叫陆苗，今天是我高中开学的第一天，我要竭尽全力的躲开一个人。他是我邻居，我发小，也是从小就掩盖我光芒的那一抹乌云，江皓月。从他出现的第一天起，我就被迫一直叫他哥。我们吃同样的饭，喝同样的水，就连上学都要坐同一班公交车。可是大家只看得见优秀的他，和他相处了这么多年，我深刻地体会到了什么叫做月朗星稀。绝不能让别人知道我是他妹，因为有他在的地方，我总会沦落为黯淡无光的工具人。从今天开始，我要创造我自己的存在，我不要再被叫做江皓月的妹妹。菜到了啊！哎，怎么回事啊？当心点儿！老板，不好意思啊，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，没事没事。迷上了攀岩，所以我今天来提前攀墙体验一下。奥运会可还没有攀岩。那你放我下来先。哎，不是你，哎，你快放我下来！为什么躲我？哎呀，我不想在高中又被叫做江皓月的妹妹，我想要呼吸到属于我陆苗自己的空气。行，那我就去上一站等车。这么好说话。